谷初开，人类原本是和睦共处、相亲相爱、不分彼此、绝无是非的，所以生活得非常快乐。可是好景不长，某一天，不知从何处来了一只长蛇怪。这长蛇怪在人间不断散播是非，人们受到了是非的毒害，彼此互相猜忌，互相倾轧，结果大打出手。长蛇怪，小仙女，你搬弄是非，把人间搞得一团糟，快把是非收回去。是人类喜欢是非，所以我才把是非送给他们。如果你要我把是非收回去，那我可无能为力了。好吧，既然你无能为力，我就自己来。